那毛巾超大的，好烫。超大的，好烫。哈喽哈喽，现在是雪媚娘，今天雪媚娘也很胖。雪媚娘，今天雪媚娘也很胖。毛巾卷，一日不见如隔山丘。毛巾卷，这是抹茶布丁，一勺，哇，好吃啊！抹茶布丁，一勺，哇，好吃啊！好好吃，我的妈呀！南瓜布丁，又吃没了。毛巾卷，哈喽哈喽，我今天又把雪媚娘安排上了。今天雪媚娘好冰哦。奶茶的。哇塞。冰。这个是豆乳麻薯。哎呦呦呦呦，我的妈呀。这一口呛的麻薯呢，这白色就是麻薯。我以为这个会有拉丝，
是啊，这个草莓盒子。我的妈呀，冰！啊，咋还有冰碴子呢？我感觉我今天一起吃了个冰的甜品，就是那种像冰淇淋口感的那种。Hello， 我还给他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爆浆。我有个想法。Hello， 毛巾卷。我有个想法。Hello， 今天颜色是不是挺蛮好看的？这是熔岩蛋糕。这个是奶酪，抹茶奶酪。这口感很醇厚。这碗还不错，没有苦。今天的熔岩蛋糕有点干。我一直很喜欢的糯米果，嘿嘿。它没有损，像刚直接，哼哼，辣口的。得劲儿，哼哼。Hello， 嘿嘿，这个是抹茶千层。妈妈。太入口即化了，幸运盒子，哼哼，希望也能把幸运给你们。它的幸运是咸奶油奥利奥的。
两样甜品都超好吃的，我的妈呀！这个是拉丝热狗棒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拉倒丝。到最后了，整一点丝出来了。